奴婢没事，只是王妃她心情不好，惩罚了奴婢。但是你不要怪罪王妃，毕竟奴婢只是个外人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，我可没碰你。娘子姐姐，你就饶了秦墨姐姐吧，她毕竟照顾了我很久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凶吗？你宁愿相信她也不信我。哼。哎，娘子姐姐。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害得我好找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姐姐道喜呀。听说西域与我朝联姻，那九公主刚好看上咱们七王爷，不日即将大婚。你怎么知道？今日陛下传召七王爷，无非就是商量这件事儿。你说她堂堂一个公主，会给七王爷做小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皇上。你以为你见到皇上就能改变皇上的决定吗？一个傻子也有人证。小姐，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抢了去。我们在这干着急有什么用？说不定还多娶几个老婆陪他玩呢。娘子姐姐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皇上就没跟你说什么吗？皇帝哥哥给我准备了好多核桃酥让我去品尝，没什么了。就没有别的？这个皇帝哥哥还问我身体怎么样。哦，是吗？是的呀。我累了，我要回去休息。